早安呀，大家早。我的头头，我才刚起床而已。Hello，柠檬早，小白兔早，赶快来完成我另外一边的。我是早上大过敏的人嘞，天哪！早安，你好，一早，柠檬早，大家早。你们在干什么东西？你们在做什么东西？哦哟，我臃肿哎。好饿哦，天哪！早安，早安，Cody 早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呢，我今天本来，因为我这个礼拜的晚上都没有空嘛，我就想说，播今天早上，我想说，我上学前来跟你们，Hello，小树，我好久不见，嘿，流星好，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，是吗？我昨天一直睡睡醒醒的感觉。天一亮我就起床，就感觉天一亮我就，感觉天一亮我就醒了，怎么讲？也不是醒了，就是睡不好了，就一直睡醒这样。外面又施工，然后布农又一直叫，然后我又做梦，就感觉自己的脑袋是醒的，但我在睡觉。Good morning, you're very early today. I know, I'm so tired. 可乐王早，小叶早，挂听喽，好哟，呆爸，呆爸，呆爸早，我超想要那个阿北早，我就好啊，跟你们分享。我好想念我的特效哦，它真的出不来吗？我需要它，它为什么不出来呢？我非常需要特效，我肿眼泡哎，怎么办啊？好的话来给你们分享了，就是呢，我今天 Hello 吉米就早，我今天呢早呀，我今天本来就是我这个礼拜都没有晚上播的时间嘛，然后呢我就排了今天，我想说今天上学前跟你们一起化个妆呀，然后跟你们聊聊天，然后。然后化完妆，然后就差不多12点去上学，然后放学就可以直接去，就可以直接去练习。Hello，杰克，早安。然后呢，Derek 早。然后呢，福福猫早。于是呢，结果呢，我们呢。我早安。于 是呢，结果呢，我们呢，哦，好肿的眼睛哦，好黑，好，嗯，
然后于是呢，结果呢，我们呢就改了线上上课了，所以我现在一点也都不想要化妆，因为我等一下就要躺回去我的床上了。今天有练习啊，今天我们又要回到了跟老师挂睡，好好笑哦。我昨天看到那个什么，就是网络上面说又要那个远距又要上课，然后就有个留言说天哪，又要跟老师挂睡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回想一下，那是要先点外卖，错过又没睡醒。我睡醒，我眼睛是不是很红啊？一个早上过敏耶，但我真的很不想化妆挂睡，对啊，你知道挂就是挂睡啊，眼角有点红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然我点个 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八度腰了，超级红好吗？我一起床就过敏，等一下就好了啦，特效出不来，要不要重新装？哦，对耶，我好像有重新装过耶。还是我只是重新开机而已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我通常不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早上起床都会这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早上起床会过敏一下这样。就甚至就是不过敏一下不行。Hello， 超哥早。好了，还是我来。哎呀，好慵懒哦！先点吃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派出我的旧手机。就是呢，还好这礼拜快过完了。就是我最近，我不是跟你很认真分享，说我最近很严格控管我的花钱吗？然后我昨天光吃饭我就吃了400块耶，好想喝饮料。我吃了些什么？重点是我昨天吃了的东西，就是感觉就不用花那么多马的呀。我昨天点了面线跟甜不辣，400块，我昨天点了面线跟甜不辣，我吃完之后，因为我昨天待在家，我昨天上午待在家，然后晚上练习嘛，然后我昨天上午待在家，笑笑早，这样400元没有，还没有200块。那因为我还买了一杯红茶，主要是因为我点外送了，外送就比较贵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反正呢，我就因为我昨天就突然很想要吃甜不辣，我以后一定不要点。我昨天很想要吃甜不辣，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真的因为我就很犹豫，我想说要不要点。有200块是运费，不是，我还没讲完。新一早，然后呢，我就吃完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超胖的，我最近就是这样也是很好，就是最近很不浪费食物，最近点了什么就会吃完什么，但就感觉最近腰直了些，最近的腰直了一点，我就哇哇，甜不辣是圆形片状那种吗？不是欸，它就是一般的甜不辣，然后呢，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有这样子，然后有一块有一片是圆形片状的这样。然后为什么不是胖在脚呢？不然我都胖在肚子，你们知道我最近肚子就不痛。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肚肚。我那天吃饱饭，我还有特地拍了张照片，希望是不会吓到你们的。你们要看吗？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哦，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吓坏你们。我刚刚要说什么？我有看到可爱的飞，你为什么看得到？为什么你看得到？
然后我眼睛的妆还想要遮瑕一下，但是我等一下又要磨蹭我的枕头了，我等一下又要磨蹭我的枕头了啦。美图可以发在限动啊，这是发在限动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上几次直播啊、哦，对，这样解析度比较高。我那天吃饱就大放松。请问这个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害怕，不想面对。好了，跟你们分享，既然都说到了，你看我的肚是什么呀？哇，怎么回事？这个肚，但不过不然贴完照片都有白框，什么意思？哪里有肚？这么大个肚有没有看到吗？我想，不过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是没有肚肚的，现在是那个没有吃饭的状态，是没有肚肚的，很不清楚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就是对焦不到，不能怪我。都还没吃东西呢，对，还好没有吃东西，没有肚肚，不然我会疯掉。没事啦，腹式呼吸啦。我觉得有些。好，我们现在点吃的，我再给你们分享我的梦境。就把肚子弄大，对，漂亮的师傅要放心的，什么意思呀？吉米粥，你几个意思？我好想要喝龟茶哦，然后呢，我点了200块的那个嘛，大概65块、65块、80块之类的嘛，然后有加运费。然后呢，我吃完之后，我又觉得说，好想要吃个甜点哦。然后呢，我就吃菠萝油。其实菠萝油也才60，也我点60块的菠萝油。然后呢？可是没有超过钱，因为要补那个运费，我就又点了一杯饮料。它现在还在冰箱。好，不重要，反正就是说呢，什么呢？我也是不知道。我现在只想喝饮料欸，一直忘，所以台中绿，我跟你说之后我就忘记了，我还没有定欸，又吃菠萝油，难怪怀孕了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要吃什么耶，不然我来吃我喜欢的碳烤三明治。可是我现在你也吃太多菠萝油了，我一年也吃不到一个。我就很爱吃菠萝油，而且我每次去公司，我都会去楼下的那个买一个，一年也吃不到一个，也太夸张了吧？你是怎么样吃一口吗？一年吃不到一个？小吴，来看看关播前点得出来吗？点得出来啦！吃三明治，一大块牛油真的好可怕。
要吃什么？刷飞美女姐姐公演的票买好了，给个祝福吧，祝福小吴，因为要做合照会的飞行很难找到直视的大张个人照啊，什么意思？做合照会的分享，哦，你的意思是说要摆框的意思吗？这个人幻影战士又想要骗吃骗喝，还有暖风早安，就是 IG 贴文照片有白框，而且还很小。所以你是说你觉得现在没有白框是好的吗？阿哲早，陈宁贵言一定会在，一定会在正前方的，我不知道我会站在哪里。我有甜果果耶，开心要来找我拍拍拍拍照。我试试。哦，你说限动的照片才是最好的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那我以后两边都分享好了，怎么样？先让我看一下我要吃什么。但是要，但要个人照耶。我今天也要跟昨天前天一样美美的哦，嗯，谢谢，上班加油，真是的，这个礼拜只要播今天，你们大屏吧。我要来搜寻我之前很喜欢吃的早餐店叫什么名字。哦，他真的叫做这个名字哎。喝水喝到饱吗 ？Cody 早安，你刚刚不是跟我打招呼过了吗？你是不是偷跑走了？我叫智商坦克，专门攻击果果主、竹米娜这种笨蛋。谁是笨蛋？没有，我好想要吃学校的起司鲔鱼蛋饼，我好喜欢我们学校的鲔鱼起司蛋饼，简直是超好吃。嗯，一大早的，我那个臭猫咪在睡觉。
在睡觉。你晚上不睡觉，他们乒乒乓乓，叮叮咚咚的。你现在累了吧，哈哈。你会不会冷？你不会冷啊。嗨，那你陪我直播好了。我这样子直播，你们就看得到他。志祥早，我不会帮他穿衣服，因为猫咪不喜欢穿衣服。那家好像没有外送，还是不知道。可是他们的分店有外送，但我不想吃分店。对，嗨，提达。要吃些什么好呢？我不知道。卡亚吐司套餐，有卡亚吐司哎、欸。基哥跟探奇都被强逼直播呀！我昨天有看到，很好笑。我根本还，我连要点哪一间早餐店都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哪一间早餐店好吃啊？鸡汤面。哎呦，饿了。可爱呀，好吃。Hello John， 你怎么？潜水这么久，你都不理我。可是有些台湾的卡亚是他们好像是自己做的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超害怕吃到那种卡亚的，就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卡亚。跟 T 也有机会见面吗？我觉得呢，要问问看林姐，因为她说 T 现在还小，她不敢跟他们见面。早安，水出水水坠垂坠，我又忘记了，你再告诉我一次。水坠水垂，加盟店自己乱搞。啊，奇晚上好，是的吧？阿奇晚上好，不是晚上，是早上好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你们都在上班吗？现在我是不是要讲话小声一点？郭生宇，谁最？我最中意你。先去工作了，我别走。别走，上班辛苦了，加油。鲔鱼蛋饼，我想吃早餐店。现在是午餐，现在才十点，你们说是午餐，你们吃午餐吃这么早，辛苦了，真的潜水去工作，现在回国了。回国什么意思？你去哪里呢？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好吃的早餐吗？我很想要吃到好吃的鲔鱼蛋饼。哎呦喂，早午餐，嗯。啊，这时间对我来说根本是早餐耶！我跟你分享，就是我今天想说来跟你们化妆聊聊天，因为我要今天想说要上学之前来化妆干嘛的，
觉得我今天超悠哉的，因为我今天是网课。好了，不能太开心。Hello， 酱酱宝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果果翻译，我不会看音。他说幻影战士是笨蛋。果果今天会开到几点呀？开到 Hello 玉，你想要我开到几点？爱你兔。Hello， 艾薇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看了我的白色情人节回放，然后我就理解说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扭到了，我那个角度超像扭到的，但我真的没有扭到。我那个拐下去真的是扭到，但我真的没有扭到，就是看起来很像扭到，但我真的没有扭到。是因为现在对我要买票了，开心。那我们四月见，到时候见，下下礼拜见。拜拜宝宝，加油上班，加油上班，辛苦了，要好好上班，不可以偷看直播。只是筋骨软，我好饿哦，等一下，我真的饿了。但我真的还没有想到我要吃什么。我想吃鲔鱼蛋饼，但我不知道点哪间鲔鱼蛋饼。翻半艘船了，只是筋骨软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呢，毒蜘蛛那个它的根不是很高吗？然后我翻下去的地方刚好是那个根啦，然后我的脚就是它翻下去是那个根掉，就我也不会形容。我不喜欢吃蛋饼，火腿蛋堡加，我应该吃麦当当的哈，已经没了啦。别，我想吃公园第三所，并不是，我好饿哦。我好饿，然后在这边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我想吃提拉米苏。还是我来吃菠萝油，晚八分钟了。谁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喜欢吃萝卜糕吗？我最近爱上蛋饼了。所以那个鞋子跟鞋还好，该不会喝柠檬红？我是很想喝的，还好有买到 Daisy。听说 Daisy 的票越来越难抢。哦，晚八分钟，他们到，这什么？他们不是到十点吗？哇，吃港式萝卜糕，好好好，我吃他们家好了。好像它只有红茶而已耶，它没有柠檬红茶。哼，看来今天不能跟你喝一样了。那我就点个萝卜糕，点个蛋饼，会不会太少？应该不会吧。那你觉得我要喝红茶还是豆浆？喝豆浆好了，我附近没蛋饼。香港都吃什么早餐呐、啊？豆浆。离你越远，是十点还是十点半？我应该是十点半吗？我记得是十点呢、欸，还是十点半？茶餐厅，梦幻泡泡，谢谢 Cody 的梦幻泡泡。通粉，那个 macaroni 之类的吗？
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再点个馒头加蛋呢、啊？好点。好，我要喝豆浆。到底要怎么样一天？麦当劳达人来回答十点半，你是麦当劳达人吗？真的假的？原来艾瑞克是麦当劳达人啊！你看我的猫很睡，很睡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要下单了。放在这里，谢谢。麻烦不要按电铃。还是我说，他如果不按电铃的话，待会打给我。好，没关系。好饿。他不是有那个吗？好饿哦。也有人早餐去茶楼，但通常是老人。我非常支持你喝豆浆。我喝了豆浆，点多一点，等一下可以边上网课边吃。我的网课是一点呢、欸。今天是无神的眼睛，我今天过敏，就茶餐厅那些哦。茶餐厅跟茶楼是不一样的吗？他说外送时间是10:55呢、欸，希望他10:55，我安心喝柠檬红茶。但我前几天喝柠檬红茶。硬要一样一下，你好，我是邮差。我滑一下手机，类似我们的早餐店。小一点的茶楼中式，茶餐厅西式，茶餐厅是西式什么意思？茶餐厅不是港式吗？茶餐厅不是卖什么干炒牛和咸鱼鸡粒炒饭，然后紫米西米露那些碗仔翅，你们知道碗仔翅吗？碗仔翅是你们的汤对不对？啊哦，对啦，三文治、菠萝油，我好喜欢吃西多士。这些是西式传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这样子，茶餐厅不会卖碗仔翅吧？那碗仔翅在哪里卖？德全，你来啦！碗仔翅不是吗？上班辛苦了，真的是今天真的很非常不愿意这个时间播，因为我非常讨厌早起，加上你们都要上班，会卖但很少。哦，碗仔翅是要去小吃店吃的，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个，也不是我们家附近，算什么？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茶餐厅，它都是，但你还是播的。哎，大健，你都不跟我说早安呢、哦？哎呦，我还有忘记要说什么。哦，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小吃店可以有碗仔翅的小吃店嘛。
今天刚好有空看直播，幸运，那太好了。你的鼻音，哎呦，我就早上起床会过敏。今天不可以发洗澡卡了吧？你现在这个时间去洗澡，我就揍你哦！哎，刘志豪，你来了。但是我这个时间播，不过还好啦，就有时候有些人晚上不能看嘛。不好意思，你该不会在睡觉吧？所有港式会有卖吗？嗯，他们还有卖什么特别的？我想想，看到后面一点点。为什么你早上可以看？你早上还没有上班吗？我继续上班啊。哦，你在上班辛苦了。就是只有你一个人部门只看你，还好你还有上线看我，不然我就揍你。火腿鸡蛋三明，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就点了，非常不好吃。然后呢，我就放在沙发上面，去走了，去拿一个东西回来之后被布布吃掉了。早上在准备，哦，天气这么好，当然要睡觉啊。不会看备注的话，那我不行。那你看了我揍你。我们的外送伙伴在路上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好开心哦！他是知道我肚子饿，对不对？他肯定是知道我肚子饿。这是在哪里呀、啊、？Foodpanda wants to open Google Maps. Why?偷偷打哈欠。今天眼睛好红啊！恭喜带八星级到白银 ，Hello 红红。看来因为你，我可能要戒柠檬红。为什么？我很喜欢喝柠檬红茶。我还很喜欢喝奶茶，我更喜欢喝绿茶。早安，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？早安，突然，皮克去宝宝呀，很温馨的感觉。我又要去忙了，你别去忙呀。嗯，你们大家都好忙哦。还好今天，还好今天那个什么，你看这是我的护甲油。女生总是有这么多东西啊。我是不是在斗鸡眼？天哪！其实我最爱喝可乐，你骗人吧？给我十分钟。好，那辛苦了，上班加油。手短短打不到，我这么长的手，你说我手短？两张时间不同的画面，好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命的？愿这个月公演可以再期待，下下个月可以期待，但这个月应该不会。下下个月应该可以期待一下。哎，我想要问你们呢，就是呢，你们，我昨天我长针眼了，怎么会？你是不是偷看我洗澡？我以前喝可乐喝到进急诊室，真是假的 ？Why? What did I say?我忘记了，下下个月也太久了吧？不是，就下下个月啊，对啊，就这个月的这个月下这个月之后，就是这个月完之后就下下次，下次啊，下次，对啊，下下次后又，所以是五月，对，没错，没有很久吧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
艾瑞克，五月也可以期待一下哦，我会被抓进警察局的。阿哲，跟我比起来是吗？什么太夸张了吧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外送很快到了。他要不要这么迅速？我要不要太开心？之后到中毒要去医院，那你应该学学我，因为我不太喜欢喝可乐，我不喜欢喝有气的东西。他最好是不要按电铃哦，拜托。早午餐，赶快，我赶快去开门一下，不然他等一下要按那个带你们去吗？等我，等我。我回来了，好快呀、哦，好开心，还是按电铃了。好哟，早餐考虑吃鸡尾包，什么是鸡尾包？我只知道鸡尾云。要问我们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要问你们什么？每次都话说一半，好伤心，为什么好伤心 ？OK， 我要来问你们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刚好在滑。第一，那个在滑那个嘛，我也要点麦，可是我点的不是麦当劳，你不可以点麦当劳，而且麦当劳现在已经没有早餐了，可以吃这个馒头蛋。OK， 我要问你们，我就看到呢有网站在讨论说六单是什么，六单是什么？你们都猜是什么歌吗？我就要午餐了哦，你要午餐哦，不要午餐啦。好啦，午餐也好吃。还有宽宽，好好吃哦。嗯，是的，没错，鸡米粥。然后我就很想问你们，你快说，嗯，好，我说，嗯，好，我跟你们说，喂。那个说的还没有根据，那你们自己猜是什么歌？啊，不用给我餐具哦。嗯，没有餐具，没关系。我看到网站上面在讨论的啊。你们猜是什么？你们猜是什么？我很想知道你们猜的什么哎。我怎么他也没有给我酱油啊？没有酱油我要怎么吃我的萝卜糕？而且我们家里还没有酱油糕，我们家里只有酱油。用餐人说话，复评，为什么？我猜不是太有名的歌。第二季疫苗约好，没给，对，没有给酱油膏。哎，这个鲔鱼蛋饼感觉很不错哎。啊，这个嘞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。
什么都没给，我们家还没有酱油膏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喜欢吃。与公司作风，猜到又没有福利，还是公司要办抽奖，我就很想要知道你们是怎么猜的嘛。但刚被唱走了，我是不知道怎么猜，我就做果果饮料，我点豆浆。你也想喝豆浆吗？不呢，他们都不过来找我，我好难过。那我猜希望无限，快点，我要听到你们大部分都是以自己喜欢的歌哦。我想说为什么你们好像猜的就是这么很有根据的感觉。希望是未发表的新歌，未发表的新歌是，我猜脚链或同步59的59单是希望李夫人。你们很早哦，李夫人你好烫啊 Bono。 哦，你不是 Bono， 你是 Tiger。 Tiger Tiger 过来赶快。哎呀，怎么呀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可以竞选吧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没有狗狗的歌，那没有我的话就不喜欢吗？可是之前都没有我。我也希望有我。所以之前都不喜欢喂。村内的愿望，所以你其他愿望都实现了吗？第二首原创曲不太可能。煎饼怎么有个烧焦味？没有，沈浪德全要毕业了，说不定我们会是例外啊。天气好好哦，有没有瞬间明亮了许多呢？还是其实没有？我没这么说啦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毕业了吗？不可以毕业，我还要点萝卜糕，我还要点蛋饼，我还要点馒头。吃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很喜欢吃港式萝卜糕。如果是台式萝卜糕的话，很要很，我很挑，因为我喜欢吃。脆脆外面脆脆尖尖尖焦尖焦脆脆的。你家真的在施工啊？还真对啊。喜欢舞蹈的话会选乌杂。我今天早上真的大大被吵醒，就楼下那种什么邮差啊，邮差快递，他们都很喜欢在楼下按完电铃，然后在楼下大喊说二楼的快递回来了，还欢迎回来，我的饭已经来了。
会辣一点，不一样味道，真的不一样味道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很喜欢在楼下那样喊破喉咙破喉咙的，无挂喝哦，对啊，该来一首泳装单了吧？对啊，你会爱吃炒，我喜欢吃那个海那个啊，港式的 XO 酱什么海鲜炒面哦。你以为人家喜欢这样喊吗？哦，所以是一定要这样喊是不是？是为什么啊？是他要先告知你一声，然后再上楼，还是他要你下来拿，还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每次早上就会觉得，好啊，是我睡太晚了，但就觉得好想睡觉，好吵啊！我的都在这看你，就很多电话不接，按电铃没有回。哦，是这样，没有。可是他们就是，就是他们按完电铃之后就，因为我住二楼，我们连按电铃的声音都听得到，就是他那，哔这样，然后哔完之后就快递，超大声的，都不用打电话的，只好喊一下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好吧，那也是辛苦了，没用大声跟就在偷笑，我快晕倒，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种。真正的会有那种大声公，那个车在那边跑来跑去，都不选酒室都不要咯。什么什么啊啊啊啊啊啊！给你一个选择，你希望公演看到我还是合照会？太难选了吧！下雨了，没有下雨啊。合照会还是公演？啊，都选不出来了，这个两个都需要，先报家门啊，不知道是在躲债主还是怎样。下一次有差，有差呀，就看不到太阳了。哈，给你个提示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下雨果果骑机车，最近果姐要去骑机车了，她想买机车。好了，我去喊下雨。阿哲是快递先生吗？但是你的公园我抢不到，你说 Daisy 的吗？大家合照位要填起来。毛毛金鱼你好。在国是国姐了，那你不是在练习了？我会骑，但我还没有看笔试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司机呀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刚刚还我在等你的业配文啊，马上今晚，真的今晚合照会填好，还是你们要等一下，立刻马上？别，我要等今晚。安安都考了驾照，国姐说她想考驾照就可以载我去上学。我心想说：天哪，先不要！我跟你们说，国姐是超级大路痴，她只要一走下我们家楼下，她就不认路了。我想要考汽车驾照，但汽车驾照又比较困难考。我觉得会学你就学国剧，好好吃哦，嫩嫩的。哦，指路就没问题了。我不喜欢芋头架。昨天你PO练习的照片，对呀，有没有留言按赞？
不喜欢吃这个蛋饼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们要把它吃掉。怎么防御三宝？人家芋头还想造应援色，什么艺术？避免自己变成三宝，你是在提醒我吗？提示我，暗示我不要变三宝。Hello， 桃瓦哥，你们姐妹俩还是不要吵架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你们三个刚好不同组，也感觉比较少合体。对呀、啊，但还是，对呀、啊，但就是，他们两个，他们每次都是来教我跳舞。芋头好伤心，你忘了人家？什么芋头？吃的芋头吗？你们雨林，你们昨天是在滑手机？不是啦，我们不是在滑手机啦。2019年的那个是我们那时候在看我们的歌词，在我们的在那个我们在练唱歌。芋头谁？芋头，哈？骑车有很多美角，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坏习惯。可是我要从我的骑车骑去我学校，我真的觉得。如果天气没有刚刚好的天气，我是绝对不会想要骑去学校的。叫练习的照片，对，那2019的那是对啊，第二张是2019的，然后第一人家留言你都看不到轴心了，谁哪里芋头？哪有芋头？哪有芋头？你是芋头吗？幻影战士是芋头。有公车可以搭，为什么要骑？我今天Hello 芋头，我是说我不喜欢吃芋头，好吗？但是我喜欢芋头。一张19，很多人都没认真看好。对呀、啊，你们是不是没认真看？而且那个第二张照片，我头发还是短的，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？那就开车，我也想开车，但是开车好困难哦。我真的很想要考骑，好就讲讲而已啊。对，我也就是会讲讲而已，毕竟我连摩托车驾照都没去考。不要抽果果的合照，要来找我合照，来找我合照哦，很简单呐、啊。那个照片那么小张，日晒雨淋的。第一张是最近的，然后第二张是你叫人家怎么加推你芋头 QQ。Hello 芋头，所以你想怎么选？我真的选不出来，看雨林脸就知道不是最近。你说右边的吗？有大张一点的吗？什么那个照片那么小？哦，我听懂你的意思了。啊，那张照片很大张了已经，我选不出来了，我真的。我想要你来看我公演，又想要你来找我合照，你要我怎么选？我连早餐都可以选这么久了，你要我选？为什么看雨林的脸就知道？你说最右边嘛，第一张是这几天呢、啊，然后第二张是之前。果果说：“我全都要啊，对我都要。真的要选的话，有人有多的票要买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五月来看我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不错啊？”只能这个月啊，只能这个月哦。那你来合照会好了。
你是要我们选什么选？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又没有叫你们选要不要去思雅的合照会，你们去当然去，肯定去啊。我刚刚有没有要讲什么？然后忘记讲了，你们可以提醒我一下吗？啊，我可以继续抱怨我的家里吗？我家里隔音超差的，没错。你们有听到吗？而且这已经算很小声了，平常如果这种超级大声的就真的你会很想要哭欸。我现在怀疑你记到谁？什么意思哈？合照会是星期六那天合照完要马上搭高铁回去上。哇，这位辛苦，辛苦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记得谁？芋头，芋头还在吗？不是，因为芋头就常常会来跟我打几声招呼，然后就是。你常常来跟我打招呼就会，其实如果我看了公演合照会应该还是会去，但只会有一张，那就都来呀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又可以跟我拍照，又可以来看我，很棒啊，你都来啦，人家改卷了。Hello，握手合照都要去找你，没错，我全部都要。握手合照还不止，有一公演也要，没票啊。哦，七个宝宝，你好可怕哦！你好可怕哦！你好可怕。我超讨厌 Tiger 的眼睛变成一条直直的线，公演 QQ。哦，对哦，没票哎。那你六月不能来看我吗？七月也不能，八月不能，九月不能，十月不能，十月不能，都不能的吗？一定是老天爷叫我不要去公演的。那我的荷包签约合照会我很不争气的。哎，不行啊！你要那个耶，你来找我，我就很开心了啦。你们来跟我拍照，我就很开心。你们来跟我拍照，你们来找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怎么去？我十二月都不能，还是说你其实抢到了？我十二月，搞不好你年，搞不好年底就可以了呀。早上好哟，这个哦嗨哟。空棒蛙，我呀苏咪，我觉得我鼻头最近变圆了，为什么？你有这样觉得吗？还是其实是因为没化妆？还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边圆圆一颗，怎么圆圆的感觉啊？合照会不是戴戒指求婚的场合吗？但是怕爆，我没有不买你的、啊，因为我有买。为什么怕爆？什么意思？先来忙了，好的哟。上班加油。催了你还不承认，对嘛？你真乐观，觉得我今真的啦，今年有希望，怕走不出来吧？嗯，你呀，我有那我要想800个姿势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应该是买房。那你要来跟我拍照吗？塔，你要来找合照会找我吗？塔瓦哥。
可以。他们说不能接触，但没有说脚底板不能吧？但是总统今天告诉我不太可能。可能就是会变成说，那个叫做什么啊？忘记。隔离的时间减短吧，可能变七天之类的。我怕我的腿要断了，什么意思？有还有很多人要去拍，你们都要来找我，我先回去。好的哟，合照会要采来吗？想来吗？我踩他，几乎没和果果接触过。哦，欠揍！欠揍！你之前明明就有来看过我直播，这也算是一种接触吧。我要慢慢把我的早餐吃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追剧了，最近要追剧。我最近在看那个，因为我前几天去找国宝，国宝就硬要放第一集给我看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完第一集之后，就想，好了，来看吧。难怪眼红就是追剧。等一下，我先说，我昨天真的没有追剧。啊，我昨天怎么那么晚睡？是为了什么？哦，我昨天还蛮晚回家，到家还蛮晚的。就跟国妈聊聊天，然后混一混就时间就这么样的过去了。但我昨天真的没有追剧，我昨天好像已经好晚了，但我真的好想追剧，但是我下一秒就睡着了。好，我在最近在追那个《和平使者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《自杀突击队》第二集的。叫的那个 John Cena 是吗？我还想打气你才怪！我真的昨天真的没有看，但我是滑了手机了，但我真的没有看，因为我觉得谢谢杰克的仙女棒，那是小英的仙女棒吗？我宁愿晚睡，我很想骂人，我也没有很晚睡好吗？真的。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个话题，就是主要是在说我最近在追呢《和平使者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 Peacemaker 是吗？隐藏着神秘力量的钥匙啊！这样为什么是小樱的魔法棒？他的一凡晚上和平使者不认识他，你怎么可以不认识他呢？这是专心呐。他是叫做庄西娜，对不对 ？Peacemaker 不知道。你们有没有看《自杀突击队》第二集？就是《自杀突击队》第二集的那个壮壮的那个男生，和二平冰淇淋，没错。喵，七哥，只认识果果。就是很喜欢吃冰淇淋。早上好，啊，你在跟我说早上好，看你一脸心虚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我那做什么坏事？早上好，两个礼拜以后。菠萝，菠萝要不要吃？为什么？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呢，还蛮好看的。吞下过来。什么？听不懂。
radio 听了。不呢，我的眼睛没有那么红了吧？我可以请他吃小馒头啊，馒头的面包皮。究竟我等一下会睡回去还是？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老师的线上课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啊，我们之前唯一一堂真的是线上的线上课是国文课啊，还有我们班导的课，其他的线上课都是就是你不用，你就是看影片而已。你要欺负我家布布，我们也有欺负他。刚刚说我有推果果屁的，我现在有推局主吗？当然，而且我又想要帮踢个剪指甲，我想帮你剪指甲，你让我帮你剪指甲好不好？记得啊。非同步线上也太幸运，对呀、啊，好幸福哦。所以是几点？一点。今天上什么课？都是英文课啊。那、啊、你的指甲这么长一个，是不是又要被我剪了呀？你看好长哦。哎呀，该来该剪指甲了哟。我在录。我就想到果果的体育课哦，别说了，天哪！我的体育课。不然我现在帮你梳毛，一系列虐待踢一个行程 ，start。他们说我梳太大力，那我梳小力一点。他敢那天林杰来我们来我家，然后他看到他踢一个，就是他变好大一只哦。有吗？你有变这么大一只吗？真的吗？难道早上开电脑上课在旁边睡觉？哎，不能睡觉，他看一看，他会让你按说你还有没有在看。哇，踢个直播略比波罗，因为波罗每天都在外面，然后都在外面等他老妈。嗯，亲哥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这是拍到我的萝卜糕一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样子啊？你是不是想睡觉？这个姿势是要睡着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只要一回到家，就是我只要一开我家门哦，踢个就会冲出去哎。Tiger 就会冲出去，然后我就超问号他在干嘛，他就冲出我们家门，叮叮，里面被 Tiger 转了。我想要梳你另外一边呢、欸。然后呢，他冲出家门之后，他就会在外面楼梯的地板打滚，我都快要发疯了。Tiger，你的指甲好痛哦，弄到我。但是就很肮脏，然后可是我就很不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好像又很怕，又很想要去外面探索这样。然后我又很想带他出门玩，但是呢，我带他出门玩，他又会害怕，就是他又不敢出门。但呢，我最近只要开门，他又会跑出去。猫咪那么难搞的吗？
请问你们是看我撸梯的撸到数？你问啥？还没有问呢、欸。那你跟我说嘛。每次都忘记哈，跟抹锅一样难搞，我才没有难搞呢。是因为 Tiger 非常，猫咪都这样。反光拖拉天天，真的假的？好可爱！我的梦想就是，我的愿望就是可以带 Tiger 出去散步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的很想带他出去散步，然后跟 Bruno 一起。有了，他会跟 Bruno 一起出去散步，但他不敢自己去散步。为什么猫咪的毛感觉永远都梳不完呢？沙鲁，沙鲁，托拉内心救狗的灵魂吧。但最近大家打输，哦，原来 Tiger 那么熟啦。对呀、啊，你熟那猫咪呀、哦，熟那猫咪。猫要常清，要常清猫毛要常，对啊，但它有时候就不爱给我梳，有时候又爱给我梳。带去跟我想要让他带去跟探吉认识，该不会又是你又让人家，我哪有不让人家吃饭？哈柳哈柳，沙鲁是沙丘，哈柳哈柳吗？哈柳哈柳。我想要带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哈哈喽哈喽哈喽。通常这样讲都是有一顿没一顿，是什么意思？的杯哪有哪有，你哪有 Tiger 每天吃饱吧，他肚子都快跑出来，你胖猫咪。聊聊哈聊哈聊哈聊，是这样念吗？哎呀，现在会不会梳太久啊？我已经梳多久？不过好开心，我希望可以把它的废毛全部梳光。但这样不知道要梳多久，但我很想要把它的废毛全全部部梳光。好多毛啊！噔噔噔噔噔，100分。你听得懂中文吗 ？Chinese 大丈夫ですか？是这样子说的吗？RYU 到底要怎么发音啊？来说粉丝的吗？大丈夫です。哦，所以听得懂。わかってる。什么是哇嘎爹哇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乱讲话好了。
可能台湾粉丝就要你，我想不到什么字同音。蛮对的。瓦嘎达是哦，瓦嘎达是我知道的。Come 台湾虾星 with me。我是蛙蛙，我在讲台啊。你要把你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面是不是？果果天才。等一下梳这边的吗？可以让我梳一下吗？嘿，还有还有 ，take 个写真，虾信我竟然听得懂，看吧，就是非常厉害吼。欸，他们的毛真的是剪直非常多欸，真果果醒来咯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有没有去看那个恐怖片啊？叫什么？他的日文就是在那边了。我前几天在看摩比斯，不是吧？又去复习一下智慧王，请不要。而且那个吃哈罗王吧，你是在说这个吗？小腿腿好可爱哟。我前几天在看，因为国霸有那个什么漫画，动漫风，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就是一个很像是 Netflix 的东西，但它里面全部都是动漫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自认哈罗王，我是说那个影片叫做哈罗王，那个影片不是啊？谁是哈罗王吗？然后呢，我就在看《神之塔》，对对对，巴哈姆特的那个。然后我就看了一部叫做《神之塔》。哎，我还学到了一个词，叫做“贝兹尼”，是吗？贝兹尼，早午餐吃完了吗？还没。刚好转边，刚好转边啊！我想也是吧，你笨到这一页没写，哦哟，好想念姐姐哦。哎呦，这个人没有耐心了，让我轻一小力一点。你有什么要辩解？没事，好难翻，无所谓，不是有很多个意思吗？贝祝你，还有什么？我也想不起来了，让 TK 去睡觉吧。等一下就要睡着。你看他的眼睛一直张开，一直闭起来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一页。哎，你不要这么记得这么清楚嘛！他写的也不一定会对哦。Tika 已经看得蛮好亲的，如果是布偶猫，
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真的是会疯掉哎！布偶猫的毛超多的，而且 Tiger 已经算是毛很少的吧，虎斑猫。你为什么一只眼睛这样眯眯，一只眼睛张开，很害怕、欸？还有那种真的会少到哭出来，可是要这样子是要亲多久啊？是要亲到他再也输不出来为止吗？每隔半年就要分组。我那时候是不是短头发？已经好久了耶！我现在聪明了许多。你在干嘛，提哥？那你知道整理完毛要干嘛吗？整理完毛要来剪指甲喽。那他们的肚毛要清吗？有吗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许多。当然呢、啊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都有啦，好多毛哦，好想要再梳一些出来哟。我看到你挂念姐姐去平安家找她，下次去平安家串门子。好香哦！好香哦！我等下要过敏。我最近看到一点，我那之前看到有人拿猫毛做那个、啊、什么，就做成一个什么平安家有狗也有猫 Tiger， 我那个 Tiger 的毛很香哎 ，Tiger。嗯，怎么办？我还没有吃完呢。啊！我回来了。我觉得可以睡午觉了。我们来干什么东西呢？现在来做点留给雷，哎对耶，哎雷雷呢？你们想要我开到几点呢？11:30，并没有。我今年19岁，哎，今年20了。啊，我20了也好讨厌哦。我真的要20了，好吗？直接直播线上授课。看你等一下网课是不是？为什么网课需要化妆呢？啊！我直接那个打开那个我的手机，然后呢就线上边直播。
然后说郭旭你怎么那么吵啊，啊我在跟我的宝宝们聊天啊，我就被赶走了。 Tiger 播到12点吧，对差不多。怎么爱捆了已经，老师漂亮吗？哎，讲到这个我们没有女老师哎。我今年21了，哦，你大我1岁哦，那你跟我的姐姐一样大耶。老师会把你扁掉，他真的会。哎，等着，等我。那算了，我不想看。我有一个美国的老师，一个英国的老师。是被脏掉吧。我的老师人超好的，我好喜欢我们的老师哦。果果午安终于开完会可以专心看了，你开了什么会说来听听，请问你今天做了什么报告，请问你今天刚刚是谁跟我说今天时间过很慢，害我很害怕。我没有在打哈欠，我还是看我的头贴就好。为什么什么意思？是烫的吗？那个不是我，我先跟你们说了，那个不是我，好吗？那个不知道是谁来着，大件不知道在哪里乱找到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，大件。小果果之后最可爱没有之一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现在也蛮可爱的呀。我现在不可爱吗？难道？我现在不可爱吗？我现在也很可爱啊。是要把头发烫卷吗？没有，是要让它就是直一些。就是你有看到吗？它这样子乱翘乱翘。就是要烫，没有错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烫直，但不过只是手痒了，手痒了。果果，我先离开了，换你要去开会了吗？还是你要去吃午餐呢？我现在在做头，下礼拜见。哦，你是不是想念我？下礼拜很快就会见了，下礼拜见，工作加油哟！嘴巴为什么都要再配合？什么意思？我的嘴巴在配合吗？没有吧。
我才不要做我头贴的动作，到时候你又，到时候你又截图我说我在睡觉，然后呢，我可能之后就忘记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可能会被你骗说我这时候在直播睡觉。邪恶的人，果果我也离开了你个头了，你不准离开啦。应该是说最呆的时候是小屁股，什么最呆？没有更，没有最呆，只有更呆，是这样说的吗？我要去洗澡。啊，那张头像你就在睡觉没？搞不好我就趴在那边30秒钟就被你说我在睡觉，真的没有这回事好吗？然后我的头发直不了耶，好讨厌哦，而且我好热哦。但我又不想要脱掉我的帽漆，我每天直播就在这边碎碎念，轰炸你们的耳朵，怎么样啦？那是平衡拍的哦，真的假的？是吗？不是吧？你们乱讲。哦，你说那时候邱敏涵在直播，然后我在旁边睡觉，是这样子吗？那是蛮有可能的。把你的讨厌送到郭馨予，郭馨予把你的讨厌郭馨予送到天边，把讨厌的幻影战士送到天边。对啊，还干脆，可是那时候应该不是我在播吧，对不对？还在试图为我自己辩解啊。心形便利贴，心语便利贴。你说呢？那时候一定是品涵在直播，然后我就在他旁边睡觉这样。还是你们现在也要来看我睡觉？我睡个午觉。胡扯，不许你胡说，就是说把郭馨予像便利贴一样撕，不是，是跟便利贴一样，谁哪里都就是要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，然后提醒你这样子。这个又睡着了，天哪，我觉得我有点爱困了，怎么办？决定等一下呢，睡个午觉，然后就起来上网课，是不是听起来很不错呢？看到一大堆国的便利贴会很烦，原来果果可以贴在墙上，当然啦，怎么不行呢？就你们就随时就看到我，就啊，要买生血了，啊。要前去合照会了，大概就睡到翘课了吧。天哪，我怎么可能会翘课呢？网课这么棒的东西还让我翘掉，真的是太不好了。什么升血？我的升血啊，嗯，撕下来好了。嗯，揍死你好了。就我的拳头你看到了吗？我可是鲁夫哦，可以飞去你那边的哦。四月升起也快来了吧，有可能哦。
哎，现在几号了啊？哎，快来了耶！我忘国妈比较快，真的。国妈也不在啊，翘课睡过头，99次国新语。为什么直播不能带你们出门呢？还不努力多吃？哎，我吃很多，我最近胖很多。你们刚刚早一点没有来，我分享了我的大肚子给大家看。Tiger，你不要睡觉，你起来陪我。50公斤吗？我感觉快了。分享肚肚，你有看到吗？新一，抽选是什么意思？合照会抽不到吗？不会吧，合照会抽不到吗？这个你要问大家，我其实也不太清楚。我不要再分享一次，没看到的人就没有看到，不给看了。是限定版啊，是限定版果果。也不是限定啊，可能之后就是一直会是这样子。有该截的图也都一截。天哪，我以后只要放0.3秒，那我合照会不确生气。看回放，请看 VCR， 不行不去，请看回放。我再不要再放一次呢，感觉现在人更多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潜水的人有哪些人类啊，你们知道吗？等一下万一被谁看到了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我是觉得大家都会看到，但你们自己去找。嘣嘣嘣嘣！啊！不可以给在潜水的人类看到我的大肚腩呢。你们想看我大肚腩吗？是谁在潜水？给我出来！合照会也懒得去了。不要，不准的叔，我到了。什么潜水？搞不好有些人潜水都不跟我讲话的那种。怎么办？我累了。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卧蚕？然后卧蚕怎么长在这边？这是眼袋吧？哪有眼袋长那么大一坑的？哪有人卧蚕长那么像眼袋的这种粗粗？好想拿针回去上班，辛苦了，拜拜，上班加油。啊，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我希望它是长在这一边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就是这一边，不是长在这一边，是长在这一边，它长在这一边。快点了，要12点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快点了，要12点，你要赶快下播是不是？但是没有眼睛看起来又很小，一定是太晚太长晚，那不是眼袋啦，眼袋是这里。我要看谁竟然会说辱，当晚简直是受不了你们啦，就是再给你们看3秒钟。你是不是刚刚没看到？你刚刚没看到对不对？赶他下播，我要下播了啦，我要去睡午觉。好胖哦！你看完了吗？好了哟，不行了哟，没有了。
头天放酱还可以看吗？还好吧。哇哇，我才刚来，好肥，姐，好要。不会的，蛮可爱，前面肚子几个月，很大一个吧。那天吃饱看，说天哪，我的肚子，这是什么大肚肚？好了，不能，看不出来哪里肥，明明就胖胖一个，为什么我这边长痘痘？讨厌。广告不时退票啦，哎，真的很大，你不要说大肚肚，这就是吃太多但没做运动的关系。你在嫌弃我吗？请问你在嫌弃我吗？那是我高中的就好，大肚肚，大肚肚你好。你是不是没有看过真正的大肚肚？好嘞，安静哦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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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鸡肉肉可以长去手跟脚，对啊，还可以长在。那个那个现在开始要赶下播了啊，这么快哟，这才是大肚肚，好可爱哟。时间到了吗？为什么是胖在肚子呢？不能就是往上长一点吗？西雅台我们就会脱。不要乱吃，我没有乱吃，我很健康，真的。笑死！小姐，时间到了，要加时吗？我要加。三分钟，我睡一下，等一下叫我。嗯啊。嗯。我起来了。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去追剧，还是我要来睡个午觉？因为我等一下晚上要去练习，还是睡个午觉好了。那你可觉得我可以睡个午觉吗？都不要，三分钟了，睡个午觉，我们睡个午觉。睡吧，看起来就累。我困了，也不是累，就是很爱睡觉，并不累，因为我已经睡很多觉了。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，记得去上课睡觉卡。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我前几天。我在拿我的，我在拿冷冻库的肉的时候，我拿了两块出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拿了，然后我要准备转身要走的时候呢，我就好不要给你们看，我就一块冷冻牛排砸到我的脚的大拇指，就超级痛的，然后我压的时候也很痛。超痛！我当下流泪了。牛排还好吗？牛排还好，超痛，超级痛，真的很痛。然后呢，就后来就很痛。于是呢，我就把我的指甲剪掉，结果它是大流血。然后呢，就好痛哦，就超痛的，
就我现在整个大拇指都很臃肿的感觉。有吗？还有很臃肿吗？但感觉就有点肿，然后有点痛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痛的，真的。那可以看一下大牛排大块吗？没有很大块，但真的很痛。牛排有没有流血？你才流血啦！被我打到流血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肿。不要，我的脚趾头太丑了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我的脚趾头。我的脚趾头跟我的手指头一样丑丑。我有想要有漂亮的指甲，但是我没有。后来就泄愤把牛排吃的吗？没错，可以了，又不是没看过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给你们看。大麦袋鼠哟，牛排被吃了吗？被我吃掉，在我肚子里面。Tiger。快给我看，不给你看了，真的很丑。我不喜欢我的脚趾头，我就该承担，独自承担。我也是丑丑的手指，脚手是不是因为你也会咬手指，跟很爱剪脚指甲，跟剪手就是剪指甲。待会被打就好想笑，什么？我哪有被打？什么意思？我打你们啦！气死我了！我要看，不，长大后后悔，真的假的？啊，那我从现在开始努力，不要这样子，然后我要念榜了，我爱困，你要去睡午觉，哎，晚上下播要去睡觉，然后中午下播也是要去睡觉，到底这个人是多爱睡觉，睡觉睡觉，下次再给你看我的脚趾。你下次还记得的话，希望你会忘记。你要忘记了，我不想给你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念吧。今天的第十名是 L， 谢谢 L。第九名是笑笑，谢谢笑笑。名是吼吼，谢谢吼吼。第七名是 Derek， 谢谢 Derek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哎，第六名，第五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 Cody， 谢谢 Cody。我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第三名是，第二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代发，谢谢代发。下礼拜也要开礼拜四哦？为什么？但好像不是哎，下礼拜是吗？我忘记了。果果辛苦了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这个时间陪我直播，睡觉吃东西，直播睡觉。我一定会记得，你今天才小我一岁，来不及了啦！哦，好咬，这个咬指甲的习惯改掉真的很难哎，不然我直接走山。辛苦了，下次也要来陪我哟。对啊，哎，我要说什么？我刚刚跟你们分享什么？我刚刚说我要跟你分享什么事情？我等一下要去。删掉浪 life， 拜拜了各位，再也不回来，没有啦，我要删掉，然后下次看看我的特效会不会回来。OK，
终于跟上果果直播，你是刚来吗？我要下播了，哈喽夏卡拉卡，你们都在，都偷偷的不跟我聊天，坏蛋，好的，拜。这是什么打发敷衍走？我跟你说，在这里不允许这么敷衍的拜拜哦，要说好哦，要波浪，然后要拜拜，你看跟可乐王一样，要拜拜，很多波浪，这样子才是。没有敷衍我的感觉，爸爸为什么没有觉得可惜？什么意思？可惜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要下播了，眼镜要再见，点点点是什么意思？好哦，拜拜，没错没错，小叶拜拜 ，Cody 拜拜，福福们拜拜，大宝拜拜。黑杰克拜拜，小卡拉卡拜拜，浩浩拜拜，大姐拜拜，小小拜拜，黑流星拜拜，小叶拜拜，新一拜拜，吉米周拜拜，阿翔拜拜，塔瓦哥拜拜，柠檬拜拜 ，Cody 拜拜，是讲过金耀拜拜，戴爸拜拜，幻影战士拜拜，古早古早哎拜拜，阿哲拜拜，阿翔拜拜，可乐王拜拜，我这是。一直在重复，我有在重复。一凡拜拜，你下礼拜开礼拜四我就跟你说拜拜，我忘记了啦，讨厌。你芋头拜拜，江寒拜拜，晨星跟果果小姐说拜拜，好哦，哇哇哇哇哇，拜拜。今天要拜拜，我没留言都拜拜，只是打连爸爸也不说，不行要爸爸这样子。竟然说我讨厌，各位再会，迟到了，再见。我下礼拜好像是播礼拜四，又好像不是，对，这是。好了，我看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啪啪啪啪啪啪，哎，怎么没有时间？这礼拜不是，这礼拜三。我再确认一下，好的，真的爸爸了。三。